級空氣淨化機抗炎套裝，價值哇6400啊！會啊，基本上而家咧就係唔出街買嘢啦，就全部喺 online 度買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我喺唔同嘅網站都抌過唔同嘅嘢落去購物車度咧就埋單俾錢嘅。咁其實咧就發現同平時嘅生活咧，反而喺屋企嘅時間係使多咗錢嘅。有啊，近排開緊套古裝，咁啊，身邊所有朋友見到我呢個古裝造型咧，都覺得係一套喜劇嚟嘅，但其實唔係一套喜劇嚟噶嚇。因為在 TVB 拍就是第一次 在公司拍古裝，之前拍過一些古裝就真的確實是喜劇來的，但今次就是一個叫做比較長時間的、就是、拍攝啦，因為之前都是拍一個、比較搞笑的古裝電影，所以今次是電視劇就完全不同的感覺。